OK 啊，兄弟们，今天曝光一对没有实力的百 K 人机选手，好吧，也是赛季末了，找了三个保镖来打高星局了，我真是服了。我以为呢，这个人素质挺好，这个时候我队友还在怀疑他是不是之前打职业的那个叮当。哎，对，他不会是那个打职业的那个吧？那个退役的那个。哎呦我去，你可别和我说他是退役的什么职业选手了，你家的职业选手能把基站都给打爆，中期就去站点，搁这恶心人呀。我呢就喜欢打三加二，好吧，打完三加二我就准备去控这个基站，这个基站我也是一直控着，最近素材灵感太少了，我也是把全部麦打开了，然后一直在和敌人交流，知道吧？你们知道什么是和敌人交流吗？就是和敌人聊个天，或者是开着全部麦影响一下敌人，你知道吧？然后呢我就一直控着这个基站，队友呢在中段打架，而我就是他们坚强的后盾，好吧。这个时候呢我还来了一个混尸，但是他并没有开全部麦和我说，直到我把他打了他才告诉我，好吧。我不知道你是混尸呀，我不知道你是混尸。好吧，行，决赛圈别打我。我不打你，你能回来吗？我这里有一把 AWM 还有晶体，我一会儿给你。我没卡。我队友他们在阿城。和我的混尸友好交流完呢，这个没用的百 K 选手的保镖也是从外面回来了啊！为什么要从外面回来呢？懂得都懂，他被我队友打出去了，知道吧？我这个时候呢摸了他一枪，我肯定不能给他机会啊！我直接往前压，你看他跟个人机似的，兄弟们，你看人机可下面搁那蹦蹦蹦了五次，你都蹦不进去，你还蹦啥呀蹦啊？这个时候呢，这个没用的百 K 选手也是来了，你看我这个龙息喷到他了，然后我在天上 M4 也打中了他一枪，哥别打我，哥别打我，别打我，别打我，我错了，哥别打我，别哥。哎呦你干嘛呀，我都说了别打我。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说了这些话给他搞急眼了呢，后期逮一次我们就全一次，也是一点素质都没有啊，兄弟们。这个时候队友在双仓把我点下来，我也是成功的直接飞回来了。这边把他打倒之后，我就告诉队友，我说别打他别打他，然后我跑过来，队友以为我要拳他，队友还说别拳别拳别拳。然后这个时候我都不知道他那么没素质，兄弟们，我都不知道他那么没素质，我这个人我从来不会主动口嗨别人的，我就告诉他，我都说了哥你别打我啥的。而且你们看刚刚他的淘汰，并不是我拿 AK 把他补掉了，而是他的蹲鸡蛋的队友也掉了，所以我还以为他们这一队已经没了，没有想到啊，这么大的圈，第一个圈50个人你们就去站点，哥们儿。这个时候呢我要过桥去找队友，我过不去，这个时候呢我的四号队友呢就被他给全了，也是一点素质也没有，我要不是被堵桥堵在这里了，我非得去机场把你们这一队全给吃了，知道吗？我呢自己总结了一下，他为什么要当一个这么没素质的人，可能是被打爆了吧，那胜负欲上来了啊，我一个百 K 选手怎么可以被打爆，所以他就给我们全了。看好我们一共把他打了多少次啊，兄弟们，这个也是他的保镖，叫什么号 top one 还 top one 呢，你 top 什么也不行啊，今天不是哥们儿，我说句实在的，咱第一个圈去站点这也没啥，毕竟自己菜自己心里有数，就早早的去站点了。不是哥们儿，你们四打二还全我们队友啥意思啊？啊，像这种百 K 人机，我见一个我打一个，知道吗？别让我遇见了。看到了没？我们的百 K 选手决赛圈淘汰了三个人，让我们看一下他的保镖。哎呀，我真服了，这保镖怎么没有一个是淘汰的是双位数的呀？啊，怎么都是个位数呀？打什么打呀？